茶小镇位于陕西泾阳泾河新城，是文化旅游和茯茶产业为一体的特色优美小镇。我们今天的比赛就在这里举行，这里汇聚了关中美食、丝路美食以及各色风味小吃上百种。我们今天参加比赛的家庭可要大饱口福啦。电视机前亲爱的同学们、小伙伴们，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动感特区，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金豆哥哥。那么今天呢，我们走进了陕西西咸新区泾河新城的茯茶镇。说到茯茶，我们必须想到一个地方，那就是泾阳。泾阳呢，可是西北茶马古道的重镇，而泾阳的茯茶呢，是这条古道上最为重要的商品之一。但是经历了沧海桑田、千年巨变之后，茶马驼铃我们已经听不到了，但是我们在这里的茯茶呢，却被一直传承了下来。那么现如今呢，它已经成为了享誉全球的茶中珍品。哎，那说到这儿，那电视机前的小伙伴们肯定特别的好奇了，这个茯茶到底什么样呢？哎，刚才在说这段话的时候，那边就有个人在卖茶，走看一看。卖茶了，卖茶了！上好的茯茶，红的、绿的、黄的、蓝的。哎，你好，你好！我在那边的时候就听到你在这边吆喝了。哎、要不要买一些茯茶呀、物美价廉。哎，慢点，我们觉得你好眼熟啊。那眼熟就对了嘛，因为我是茶圣在世，我是茶圣啊。你也不怕你说来之后让所有的人笑掉大牙？茶圣？对呀、你怎么证明你是茶圣？我有著作吗？有什么著作？古今中外最著名的一本《茶经》。你慢点，古今中外最为重要的一本《茶经》，那这本书肯定是有年头的，对不对？对呀、我写的。古人嘛，对，他们都是从这边开始的，你怎么是跟现代人一样是从这边开始的呢？那我不管。那我看看里面吧。啊，这个我们先不说，我们先看看里面啊。这就是他所说的《茶经》，还都是他自己写的，空白一本。我还没有施法术吗？我说了，我是茶圣在世，所以我是有法术的。赶快施法术！看，这是一本没有字的茶经，对吧？对。但是我只要略施法术，茶经的字就不可能出现了。啊？看，茶经，我写的。哇，略施法术真的出现了字啊！哦，那我也不相信。你还有什么本事吧？对，这都不相信。这样吧，我还有更高的法术，那就是变茶。那你给我变一杯。拿着，这是一杯纯净水，对吧？对，一个空杯子，一杯纯净水。因为我是茶圣啊，所以我可以变茶。不要吹牛，赶快变来。不相信了吧？来，拿着杯子，倒一杯水在里面。这是一块茶砖，我只要拿出一些茶，你看不见的茶叶，在上面略施法术，啊，就变成一杯茶，要不要尝一尝？啊，哎，太神奇了，太神奇了！怎么样？好喝，必须的，真好喝！这个魔术变得真好。怎么是魔术呢？我是茶圣，这是法术。哎，慢点慢点，魔术魔术，你好像魔术师菲菲啊。你为什么会认识我？你是不是就是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的金豆哥哥？你这话有点假，谁不认识我？我一出去谁不认识我是金豆哥哥？哦，你今天来茯茶镇干什么来了？我今天来这当然做节目的了。哦，而且我在这边呢一直要等待我们的小朋友，他们的家庭呢现在还没有来到这儿，所以呢我刚在那边就看到你在这边吆喝卖茶，我也赶快过来凑凑热闹看看吧。哎，这样吧，菲菲，既然你也是经常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那你今天有先别走了，跟金豆哥哥一起来和小朋友面对我们今天的挑战，好不好？行，好啊，好啊，好啊。哎，这个水开了，这次咱们真来一杯，好不好？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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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好，来来来来来，来喝茶喽，喝茶喽。
媳妇儿，你婆娘个个温柔，大男人老爷们儿活得真牛。六组家庭来到我们的动感特区，开启新一期的挑战之旅。刚才啊，我们都已经看到了六组家庭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具有陕西特色的塔大舅、塔二舅、斗司塔舅。哎呀，好有默契呀、啊！哎，菲菲，你也挺神的呀。嗯，你这发挥了魔术师的本色，那么快的时间内就换好了你应有的这个服饰哈、啊。对对对，我已经不是茶圣了，现在要给大家来表演魔术嘛。嗯，好了，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魔术师菲菲。看来大家对今天的比赛都充满了信心啊！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正式的比赛，第一关那就是提壶灌顶。比赛规则呢非常的简单，大家可以看着我身后有一个高高的城墙，看到没有？一会儿我们就要利用这个城墙。每组家庭呢，爸爸要手拿着这个茶桶，嗯，到这个城墙上面站好，妈妈要在城墙根下面，头顶上方放置一个塑料桶，爸爸从上面往下倒，这个倒呢是由小朋友们来指挥的。我们来看一看，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哪组家庭拿到的这个茶水多，哪组就获胜了，明白了吗？明白了。第一组和第二组家庭来迎接你们的提壶灌顶。好了，我身旁的黄队和白队呢都已经做好了准备了。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这个福茶镇的这个城墙上呢，就是泼江啊，泼江，我觉得选这个地方特别的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泼茶了。好了，我现在双方呢都已经做好了准备。我来问一问城墙上面的菲菲，你那边怎么样？我们这边其实看起来还挺高，我倒挺晕的。挺晕的哈。真的。好嘞，首先进行比赛的呢就是我们的黄队还有我们的白队。好，现在两队做好准备，把桶放好头顶上，计时开始。加油加油。哎呀哎呀，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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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放出去了，然后黄队爸爸先观察了一下，你放松。我想走错了。哎，往哪边？往哪边？非常精准。我可以看到孩子在旁边啊，一直指挥着妈妈。快点，快点，妈妈指挥。往左，往右。黄队妈妈现在干脆来了一个180度转弯啊，面向城墙，但是你要转过来，黄队的妈妈你要转过来，对，我就转不转位置了。好了，满了，灌水。快快快快！好，还有最后的5秒钟的时间，5、4、3、2、1，停。感觉怎么样？爽不爽？爸爸们现在在城墙上面庆祝啊，也不知道他们在庆祝着什么啊。我们来说一说感受好不好？嗯。啊，感觉怎么样？觉得非常好玩，因为平时没有这个机会啊，非常好。然后通过这个活动，我觉得好像家庭的那种默契给体现出来了。我觉得他都看呆了啊。他都看呆了，他一直在看妈妈加油，妈妈加油，他不知道给妈妈怎么去表达。你忘了吗？你要指挥妈妈呀。好，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黄队柴锦喜家庭的成绩。一量杯，两个量杯，哇，三个量杯，哇，整整三个量杯。我们再来看一看白队王月芝家庭的成绩，两量杯，300毫升。好，第二组迎接挑战的是我们的绿队家庭还有我们的紫队家庭。刚才在比赛之前，我觉得这个紫队的妈妈特别有意思，对着城墙上的老公说，哥对不起，虽然我平常对你凶点，不过一会儿你要手下留情啊。为什么会说这种话呀？
是怕被泼吗？虽然是穿着雨衣，我还是害怕他给我洗个澡。哎，那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也特别想感谢一下我们的导演组，我们的导演组啊特别的用心，因为我们的节目啊要教会我们的小朋友从小呢不要浪费，所以呢昨天晚上来到我们这个福茶镇之后呢，特意拜托我们当地的工作人员收集了很多别人剩下的茶叶。哦。啊，所以呢，大家尽可能的放心的去泼，好不好？啊，这些都是别人剩下的啊。好了，那现在做好准备，计时开始。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比赛当中呢，我们绿队的小朋友啊，非常的着急。我老公说让我别动，我就怕我一动的时候，它上面那个有，因为加上有风，它掌握不好了那个浮的那个流线，所以我就只有站在那儿不动。结果孩子在那儿就很着急。我觉得这个，反正我们家这个孩子这个急脾气，我觉得应该我们在以后多锻炼，多参加一下这类似的亲子节目，有可能会大家的默契度会更高一点。此时的妈妈要把这个塑料盆放到自己的头顶上啊！别动啊，有风！先少点倒，你倒的太多了。此时的妈妈要注意这个桶的方位啊，要放在自己的头顶上方。哇，左队那边好像也发生了失误啊，好像一泻而下，让整个紫队的妈妈身上都打湿了。哎，紫队爸爸已经要求紫队妈妈换了一个桶。好，抓紧啊，还有最后的十秒钟的时间，四、三、二、一，停！来，拿着你们的战利品到这边来。啊，我们的一号钱刚才很着急啊，为什么那么着急啊？太不给主意。一点也不听你的意见，对不对？真是的，回来好好批评批评他们好不好？你对这个成绩满意吗？不太满意啊。我们来看看啊，两队他们的成绩是如何的。我们先来看看绿队一号陈家庭，三个量杯。好，我们再来看看紫队家庭的成绩，正好四个量杯。这个比赛是挺好玩的。首先让我觉得我跟我老公之间就是合作还是有一定的默契的，虽然说我被他泼了一大头的这个茶水，但是激动，我很想抬头上去啊，再喝上两口。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游戏吧，特别考验家庭的这个团队协作能力。好，接下来呢是我们即将出战的第三组家庭了，是我们的粉队牛子轩家庭，还有我们的红队依晨家庭。刚才在第一组比赛开始之前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面是非常干的，现在呢已经快激流成河了，希望你们能够遏制住这种现象啊，争取满满的接住这个茶水。依晨，你有什么经验？就是我要指挥妈妈，不然妈妈就看不着。哎，因为妈妈是背对着爸爸的，对不对？好好指挥啊。刚才看了四组家庭的表现，你有什么经验没有？我觉得还是站在原地好，因为这里有风吹来吹去，有可能不协调。两边的策略不一样，一边是好好指挥，一边呢是以不变应万变，看看哪种方式更奏效。来，双方队员做好准备，计时开始。现在粉队进行的非常的顺利啊，接到了很多的茶水，而我们的红队呢好像有一点点慢啊。这个红队的策略是好好指挥，但是好像红队的爸爸也让他不要动，换桶，换桶，换桶，哇，这么快就换桶了，哇，双方都换桶了啊。爸爸在城墙上面告诉妈妈往里靠一点啊，听这个声音水溜很大啊，接得很扎实。
两边的策略完全不一样。粉队这边的小朋友静静的关注，在必要的时候呢，给爸爸妈妈加以鼓励，给他们喊加油。而我们的红队的小朋友呢，在旁边一直指挥啊，看看两种方法哪一种更奏效。孩子和爸爸产生了分歧啊，孩子让妈妈换桶，爸爸在城墙上面说不用换。可能是我刚才就是有点慌，来回的移动，如果说我站得比较稳一些，可能那个成绩会更好，接的水接的茶会更多一些。呀，不禁夸呀，一通拳，哎呀，一夸全倒出来了。好，时间到，我们先来看看红队的成绩，4量杯400升。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粉队的成绩，这4量杯外加370毫升。我真的没有想到我跟他爸爸还有孩子能合作的这么好，因为我们以前没有参加过这样的比赛，也没有进行过这样的合作，今天一看我们之间还是比较有默契度的，我很满意。魔术师，我们第一关的比赛已经结束了，大家都累得够呛，发挥你的长项，给大家变个魔术吧。哎，你是怎么做到的？好好吃。你个骗人，你骗人，这哪是魔术啊，这就是分明后面的这个叫什么氮气冰淇淋哈，老井冰糕。老井冰糕啊，老井冰糕人人都可以，我来一个，我来一个啊，来。小朋友们想吃吗？非常好吃。你看都迫不及待的了啊，一口含掉，面对镜头，面对镜头，来来来，给镜头看一下。哇，个个都是魔法师啊。其实这和接下来的这个比赛就有很大的关系。嗯，我们第二关的比赛呢就是吞云吐雾，我们每组家庭3位成员，一位小朋友和一位大朋友要在这边吃冰淇淋，看看谁在规定的时间之内率先把它吃完，哪组就获胜了。注意，我们还有一个加分项，第3位家庭成员呢要在旁边拍照片，我们来看一看谁拍得好，就有额外的20分的奖励。哇，20分加分，明白了吧？我是爸爸柴禄辉，我是妈妈杨飞妍，我胖，我瘦，我们是美女与野兽动感特区，我们来了，耶、yeah! ！好，黄队，你的冰淇淋拿好，准备啊，3、2、1，计时开始。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太厉害了！不能浪费啊！不能浪费啊！不能浪费啊！吃可是你的强项，刚刚你说过了啊，吃是你的强项。哇，这天哪，咽下去，咽下去，都要咽下去啊，秒表最后一咽下去为准啊。这是凉的吗？咽下去了，咽下去之后举手示意我啊。好，小柴同学已经咽下去了，好，停。好，黄队比赛已经结束，我们来看看第二个比赛的粉队家庭的表现怎么样。我是时尚辣妈，我是炫酷老爸，我是超级无敌帅儿子，超级动感一家人，所向无敌就是我，加油加油加油！谢谢老板。好了，粉队拿好，计时开始。咱们开始拍照，这个这个。哇，太凉了！哈哈哈！来看着我，爸爸看着我，是个我。表情什么？眼泪都出来了，眼泪都出来了。我觉得你们的速度好像没有第一组快啊！凑一下，凑了嘴。走。哎，小朋友好像很爱吃。哎呦，给妈妈一个很好的镜头啊！对对对。哇，这个小朋友是主力。来，给爸爸再来一口。一定要以咽下去为准啊！张嘴看看，还有。
好，可以，可以，好，好好。好，计时停止。嗯，来，这是亲儿子吗？亲儿子，别人都是自己咔咔往上倒，这个是直接往上倒嘴里倒。游戏挺好玩的，最主要是冰激凌一进到口里面呢，就忘了这是在竞赛了。大家好，我叫王月芝，你们一定要记住我哦。我们的家庭口号是团结合作，勇夺第一。哇，冒着气儿的冰淇淋来了，哎，真的好。哎，加一个，加一个，加一个，别着急，别着急，还没有开始。已经吃不了肉豆腐啊，来体验一下，三二一，计时开始。哎呦，哇，这个爸爸，这个爸爸，哇，天哪，注意不能浪费太多啊，不能浪费太多啊。爸爸为了这个比赛已经拼了，已经拼了。我看着都凉，我看着都凉，我都有点冷，都有点冷，我看着都凉。哎，已经冰住了。妈妈在旁边还有提要求，要做表情，我要做表情，拍照。吃完了吗？吃完了可以举手示意我啊。是说一下感受。我知道什么叫。冰冻感觉，冰冻感觉。哎，你见没见到一个就是一个成熟男性，当你就是目不转睛的看着他的时候，他两眼冒通红的盯着你，就那种感觉，哇，这难以用言语来表达。双手还颤抖，双手还颤抖，关键眼睛里还冒着血丝。首先我一下把冰到我嘴里以后，我瞬间我僵硬了，我已经，然后。我已经被冻住的感觉，然后我用我自己的这个家庭的这个温暖，又把我嘴里这个冰淇淋又给融化掉了。我觉得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宝贝是母，妈妈是花，爸爸就是礼花。吉祥三宝，幸福一家，努力来把冠军拿，耶！家庭一共是15个冰淇淋球，来拿在手中，重量级的选手即将登场了啊！好戏即将上演，三二一，开始！开始。妈妈一个箭步蹲到了他们的那个旁边，额外加分项可千万不要忘了，要有好的照片。哦，加油，快点！好，爸爸看着女儿笑了一下。哎，吃瓜！哎，好，计时停止。哇，用时很短。那这个游戏太好玩了，他们俩在吃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轮换着换动作给他们拍。就是我特别，其实我特别想吃一口，你知道吗？我特别想知道那个是什么味道，然后看他们嘴里吞云吐雾的，很激动。然后下来之后，我再问他爸爸，我说你刚尝到那个东西好吃吗？他说我吃的太快了，不知道什么味儿啊，我简直是崩溃了，我很想尝一口，但他吃的太快了，不知道是什么味儿。我觉得啊，我现在好想说，老板能给我尝。尝一个吗？来，给你尝一个。嗯。太过瘾了。我们的口号是：民族团结小家庭，动感特区我最行。好，来，拜拜的了。计时。开始，开始了，开始了，看我，看我，非常注重摆 pose， 对。哦，他们还有，来看我，看我，这是有策略的，有策略。时间可能在他们这组来说可能不是那么关键，他们就是为了想拿最后那个加分项。因为等到明天早上的时候，气儿就没了。哟，对，这种语言只有他们父子俩能懂啊，别的呢都是，别的都是爸爸问你行吗？不行我来啊。辣，他们说的是那个语言吗？冰激凌语。冰激凌语。对。来，看我。好，关键那个易浩辰，你和爸爸全程用这个冰淇淋语交流，你们说的是什么内容啊？我们就这第一句的时候，爸爸就说我吃我吃，然后我说我吃不惯你吃嘛，然后呢，然后第二句爸爸就说就是弄完那个盒子给我，然后我抓了一把就说你是你倒吗？我整个人都震惊了，原来他真能翻译这么复杂的语言内容都能用那样的语言来表达。我给你再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
来，冰淇淋鱼，你吃你吃，我不吃，怎么说？哎，刚才那照片特别好，来再偷一个。好了，来，我们看看最后一组家庭的表现怎么样。我们是快乐健康的红队家庭，我们的口号是我参与我快乐我健康，耶、yeah!不要抢啊，说开始再开始，来计时开始。哎呦，这只上了好大的烟呢。啊，对对对，哇，陶醉对吧？对，这明显是在学习我，模仿我。哎，他们这组也是有设计的，啊，他们好像既兼顾了时间，又兼顾了这个拍照的美感。对，爸爸吃的很优雅，但是很快。对对对，又快，然后身上也没有沾到，对对？对，而且也没浪费太多。来，还有最后一下，直接到嘴里面来。看一下，哎呦，看到最后咽下去的情况怎么样？目前为止，成绩非常的快，而且也是。哎呦，又跟我有互动是吧？跟我有互动，感觉到了是吧？对。可以了吗？好，好，计时停止。好了，六组家庭的比赛呢已经全部结束了，我们来统计一下最后的成绩，看看哪组家庭吃这个冰淇淋最快。嗯，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要评判出哪组家庭拍出来的照片最具美感。嗯，没错。好了，我们来总结一下六组家庭的成绩。哎，这是什么面呀？这是家里前些日传授过彭婶挂面了，我在这个面上给我写点什么准备，绝对好吃劲道。哎，这老板人那么利索干脆啊，说话特别有力道，是不是吃面吃的呀？我尝一口尝一口啊。这个面算饱啊，来来来，快点快点，多吃两碗啊，这个面管饱啊。哇哇，嗯嗯，好吃好吃。嗯，太好吃了，太好吃了，就是我现在有点噎得慌，有点噎得慌。我去找杯水啊，我去找杯水。哇，这个茯茶奶茶，哇，好喝啊！茯茶奶茶，我为什么没有啊？我为什么没有？给我喝一口，给我喝一口。不给，给我不给，他能管得住我？我是魔术师，来，别动。啊，好喝。怎么着你还能喝？真的很好喝呀，茯茶的奶茶。嘿，怎么了？我的奶茶没了，还我奶茶。嗯，就只有一杯吗？我喝光就没有了，谁让你不给我的。有好吃的，金豆哥哥正好不在，我自己来一个。哎，老板，这是什么好吃的？这个是秘制的辣子肉夹馍。哦，辣子肉夹馍，对对对，这个有什么特点呀？这个，要不我给你加一个尝一下吧？行，好，好的，马上啊，好。哇，这个馍闻起来都很香哎，都是现做的，现烤出来的馍，是的，做的肉夹馍。对，给你加一个，好。我们这分两种，一种是辣的，一种是不辣的。您是要辣的？辣的。哦，要辣的啊。对，这个比较受欢迎。哎，你好，小哥。哇，谢谢老板。不客气，不客气。太香了。金豆哥哥还没过来，我自己把它吃掉。电视机前亲爱的同学们、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我们的动感特区。哎。哎，比赛都开始了，你还吃？嗯，
好热乎啊，肉夹馍。哎，别别，少吃点。什么？什么？怎么了？怎么了？噎死我了！这些都是肉夹馍的佐料吗？嗯，肉夹馍真的太好吃了，但是千万也不能吃了，太噎到了，要么就会吐出一些奇怪的东西。哎，你太神奇了。小朋友们肯定会好奇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菲菲魔术师会给大家变这个魔术呢？我们马上进入到今天第四关的比赛，那就是肉夹馍大作战。肉夹馍大作战的比赛规则呢是这样的，大家可以看到，在我和菲菲面前呢有一个用海绵做成的肉。比赛开始之后呢，爸爸妈妈要钻到里面去，把头露出来，然后旁边还有手出来的位置，然后两个人分别用一只手抓住这个跳绳，要在我们的指压板上脱掉鞋子，连续跳五下。我想一想都痛苦，我的天，好痛啊！好痛苦，好痛苦。然后呢，这个任务完成之后呢，要快速的向前跑，向前跑，向前跑。当然，除了这个肉夹馍，除了馍之外，还有馍，对不对？对对对。啊，这就是我们的馍到这边之后，嘿，哇，要扑到这边来。小朋友就是现在菲菲要做的这个工作，把这块肉盖起来。现在就是一个完整的肉夹馍，但是我们的比赛还没有结束，小朋友这个时候要到那边去把他提前准备好的肉夹馍给爸爸妈妈送过来，亲自为他们吃掉。吃掉之后比赛结束，我们来看一下哪一组最后的用时短，哪一组就获胜了。比赛规则很简单，但是呢充满了挑战，希望我们的六组家庭一定要加油喽！加油。好，肉夹馍大作战第一个出场的就是我们的黄队家庭，你看看你们的小宝贝在那边美得不亦乐乎啊，来和我们挥挥手，小宝贝啊。好了，来，黄队的爸爸妈妈做好准备，3、2、1开始，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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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上我们的指压板。好，要跳五个绳啊，妈妈可以喊口令，1、2、3、4、5，哇哇，好快呀，好快呀！来，宝贝儿，赶快把它们盖上，盖上，盖上，盖上！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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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盖盖盖，帮你一下，加油！来来来，推，使劲推，来，好，加油！好，来来来来来，盖上之后给它们喂吃的。来来来，夹馍，先把肉夹到这里面，对，来把一块肉夹到里面。对，再加点。好，再来点。现在感觉怎么样？再来点。好，可以，拿去喂爸爸妈妈吃掉，别掉了，千万不要掉了，在这儿呢。爸爸妈妈在头在这儿呢，头在这儿呢，还捡起来，这边，在这儿呢，加油，一边一口。这个造型真是太美好了，我都口水直流。到中间的时候，把这个肉夹馍送到他们嘴边的时候，两个人分别扭头啊。妈妈说：“全给你爸，全给你爸。”快吃！皇上，等一下，让他们把这口咽下去。全部给你爸塞进去，好，哎呀，哇，爸爸肉全部塞进去了啊！好，来，还有一个辣椒也不能浪费了。好，都吃完了吗？最后倒计时啊！完了，妈妈已经咽，妈妈已经咽光了。你看这小姿势美的，看看这个，爸爸咽掉了吗？好，比赛结束。好，第二个出场的是我们的红队的家庭啊，刚才对方的用时非常非常的短，看看你们能不能超过他们，做好准备，计时开始。现在已经跳到肉里面了。哎，爸爸头。哎，调整一下，要蹲一下，赶快捡到绳子，对。好。好，两个人没有步调一致啊，两个人步调不一致。来，我来给你们喊啊！预备起！爸爸，你要扔过来之后你再跳绳啊！你怎么半空就跳了？
预备起，一个，好，慢慢找到了，慢慢找到状态了，预备起，一个，好，预备起，两个，好，三个了啊，好，五个，五个，来，加油加油加油，好，来，往上干，加油，使劲使劲使劲，加油，来这边转，来这边转，来这边转，加油，来这边转，好，可以了，来，过来，来，夹馍夹馍，这我们把肉夹到这个里面，来，把这一勺肉夹到里面，对对对对对，好，把这大勺肉全都夹到里面，对对，再来一点，再来一点，感觉怎么样啊？再来点，再来点，不太好跳是吧？现在这个姿势怎么样？好，这个姿势还挺舒服的，好，好，快来，馍来了。哇，爸爸好大口啊，吃的。没下巴怎么吃？不是用下巴磕吃肉夹馍，是用嘴吃肉夹馍。慢点啊，慢点，不要呛着。呛着了，慢点，慢点啊，慢点，不要说话。再呛着，该从嘴里吐出奇怪的东西了。哦，好大口啊！你等一下，等爸爸把这口咽下去。爸爸还想自己拿手够这块肉呢。好，我们不动一下，我不动一下了，不动一下了。嘿，好，彭队已经吃完了，计时停止。好了，我们来看看下一队他们的表现怎么样。即将出场的是我们的白队家庭，做好准备了吗？好了，好了，来，拿好绳子啊，计时开始。哇，速度很快啊，就到了这个肉里面。来，走上我们的指压板，走上指压板，来调整好绳，一个，两个，哎，这第三个没有过去啊，来啊，来，好，好，三个，四个，五个，来，赶快走，赶快走，来来了，哎呀，冲上来，来来来，把膜盖上，把膜盖上，来来盖上膜，膜，来加油，来这边转，来这边转，宝贝儿，来这边转，从这边推，从这边推过去，对。推一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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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好好好好，非常好。来来，这边把馍打开，把肉加进去，对，把这一勺肉整个加进去，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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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够，我还让他继续加的。来，来往里面加，往里面加加，对，再来一点点就行了，再来一点点，好，可以。很享受这个过程啊，白队的爸爸开始吃了，美味。哎呀，妈妈一口咬了一口大辣椒啊！我吃的正快，这个一半已经进去了。你们是不是饿了？怎么吃那么快呀？中午吃饭了吗？妈妈现在明显速度降下来了啊！已经不行了，快点！妈妈在吃的时候浑身都在用力，脚都在后面在踹。来，松手，松手！好，吃进去，吃进去，吃进去！手还在用上。好，计时停止。好，白队的比赛呢已经结束了，成绩相当的不错，虽然说出师不利啊，但是后面在吃这个肉夹馍的过程当中呢，表现都特别的棒，配合的也很默契。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四个出场的家庭他们的表现怎么样。好了，即将出场迎接挑战的是我们的绿队家庭。比赛开始之前，两口子在这边交流啊，我说我不行嘛，然后爸爸说你哪儿不行了，因为你最怕足底按摩了，所以说这个对你来说是一个最巨大的挑战，对不对？就是就是啊，来拿好手中的绳子，计时开始，很顺利啊，不要着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这下很疼，这下我都听咚的一声了，四下啊，五个，好好，哎呦哎呦，这真的疼了，这是，
哎呀，肉已经来了，来盖上馍。小妹，我相信你一个人可以啊，不用我们来帮忙。盖上馍。好，盖上馍。来，往这边转，往这边转。来，上来，上来，上来，宝贝儿，上来，上来。对。来，夹馍。刚才那夹板把肉夹到馍里面。对了，这勺肉，夹进去。接下来就该吃肉夹馍了啊！行，看看你的表现怎么样啊？好，接下来我们尽量少说话啊，因为吃东西的时候也一说话容易噎的啊。我们在这边就静静的看看我们的绿的家庭。不行，你只能喂爸爸妈妈吃。快喂，再不喂没有时间了。就把肉多的全给妈妈了啊！好，计时停止。好了，绿队呢也已经非常顺利的完成了他们的比赛。好，我们来看看下一组家庭他们的表现怎么样。好了，接下来即将出场的是我们的紫队，现在已经迫不及待了，马上就要投入到战斗当中去了啊！我觉得紫队啊，他们真的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到目前为止他们的积分是最高的，这一轮你们要只要正常发挥，我相信你们一定会笑到最后的。加油，超级优质肉夹馍。OK， 超级优质肉夹馍，真的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小两口在比赛的时候还没有比赛之前就已经把手紧紧的握在一起，女儿呢在那边大声给你们加油鼓励，大声说着爱你们，相信有这种动力你们一定会取得比赛的好成绩。好了，现在做好准备，计时开始。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行了，超额完成。爸爸，你还想脱下这个肉来？哎呀，来来来，宝贝儿，盖上去，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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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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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盖上去，来转转转，使劲，拼，好，来把这小肉啊，全都夹到里面，把这个肉把这个饼打开，再把它打开，对，把这小肉。哎，你看又到的，把它给你夹好了。吃大的吃小的，现在商量没有用，一会儿看女儿到底会把这个大的塞到谁的嘴里面去啊？来，再来一点。来，小心。哇、哦，真是一大口啊！妈妈也是一大口啊！好喝，再给爸爸。你们现在速度很快，注意点女儿的。到目前为止是最快的，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好，脚放到嘴里面去，好，直接夹走。快，最后一块拿出来给爸爸。对。好，计时停止。好，紫队顺利的完成了他们的比赛。还有最后一组家庭，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表现怎么样，加油加油！最后一组出场的就是我们的粉队家庭，来做准备，预备，计时开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妈妈还是光着脚丫子把袜子都脱掉了啊！五个，来，不要脱呀！你脱了这个肉之后，这肉夹馍怎么吃啊？不香了，该来了，准备好！哎呀！来，加油！来，加油！使劲！加油！抓住！往上来！来！对！哎呀！来，我帮你。来。来推推推。会，好，非常好。来，把这个馍先打开，夹着馍打开，夹，来进去。你那顽皮的小脚丫在干嘛？夹好，然后掉出来啊。顽皮的小脚丫在干什么？这个非常坏，这个夹馍夹的最好了啊。
妈妈不想吃，妈妈不想吃，妈妈只躲啊！面对美味，妈妈只躲，还是躲。而且妈妈呢，是现在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个是脱掉袜子的人啊。妈妈从开始就是开始摇头，对，从一开始就是放弃。好，计时停止。好，我们的六组家庭呢，在这个肉夹馍大作战的比赛呢，都已经全部结束了。我们来集结一下队伍，为他们来公布一下在第四关他们获得的分数。好了，四个游戏呢都已经全部结束了。每个游戏结束之后呢，每个家庭都会获得相应的分数。那么全场比赛之后，各个家庭最后的总积分是多少呢？再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冠军家庭谢欣悦。当然，其他五位来到了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了。既然我们的冠军家庭已经产生了，接下来就要为你们颁奖。下面呢，让我们用掌声请出陕西西咸新区福茶镇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光月，为我们的冠军家庭颁奖。同时呢，我要为我们其他的几组家庭送上我们的福茶，还有可爱的毛绒玩具。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动感特辑，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最后呢，让我们所有人跟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说一声再见。再见。